5月12日，有网友爆料何猷君布置求婚现场向奚梦瑶求婚，有媒体向奚梦瑶工作人员求证，对方回应不好意思不方便透露。爆料网友表示，我朋友在上家中心上班，他说今天商场在停业布置求婚现场。此前奚梦瑶与何猷君多次被拍到去各地旅行，恋情稳定，还曾传出奚梦瑶怀孕的消息，不过被何猷君否认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